现在这只柴犬在护食、护玩具方面矫正的差不多。那利用一些时间哈，要训练它的那个召回，就是它不可以乱跑，跑太远，叫要有反应。哦，这个也对柴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科目。哦，乖，哎，来我从外面就给它摸摸哦。准备。现在都跟在我旁边哈，我把它放掉了。前一个礼拜我都不敢放，它随时要跑掉。我也曾经抓它花了一段时间哈，抓不到哈。柴犬就是这样，你没训练，你越抓它，它越跟你跑哦。它自己要来跟我哈。当然，我现在是过，进来。柴犬让它离我比较远，我叫叫看，我吹个哨子，来，嘿，乖哦，好乖，耶，good job，棒哦，不错哦，赞哦。再次跑掉，再刚好再练训练他一下，来，耶、，good job，good job，good job， 哎、很棒，不错哦，有很大进步哦。好，现在我把这两只训练的狗反而练起来哦，这只把它无神状态，我现在一路要走回去，看它会不会跟哦。走回去了，不错，不错，哇，跟得非常好。这个只是一个跟随，就是说它不是左侧随行，随便它什么位置，但是它就是在我附近，很棒。一路走回那个社区的门口，屋顶，看它会不会跟哈。会叫。棒哦！这两只把它练着。棒哦！